尤玛利亚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。洛克少时之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吧，啤酒人。再杯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右弹冲击。右弹冲击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收一个，不收白不收啊。全军出击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这盘玩无限一酒桶，看情况吧，我感觉行。右弹冲击，看一滴血的意啊，别让他勾了。右弹冲击，来呗吧！他只要勾我们，我们就右弹冲击；勾我们，我们就右弹冲击。你 A 我，我就 A 你；你升，那我就忍一忍。他升了，我右弹冲击回个血。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，内圈刮，还能 A 他一下，这波浩劫血赚啊！滚动酒桶炸，等他外圈右弹冲击接平 A， 喝酒，他砸点盐。当我没看见你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瞎？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，喝酒减伤，死不了。啊，吃药，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，等剑圣。Nice， 滚动酒桶，喝酒，砸，这可没啥办法呀！把药吃了，我好想要这双 buff 啊！啊，我升级了。但是现在他这些血我打不死。滚动酒桶喝酒，你不要了双 buff 是吧？哪来吧你？我都没干你，你还敢回来干我？
压了。来一个小皮孩。配上两个小黄书。应该是有点无敌了。这把有剑圣就挺好，有剑圣就不用我们自己非得喊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就可以无限E滚一下。好，右弹冲击，喝酒。哎，放慢点手，右弹。哎，等会儿，没事，打完你啊，炸你一下。右弹冲击，哎，为什么那个桶子没炸到啊？谢谢帕班纳317。角度有点问题，可能滚动酒桶喝酒，非得让我吃个塔皮呗，就喝酒回血，滚动酒桶。还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，喝酒，你要回家呀？喝酒，有骸骨没？有骸骨啊，有骸骨不好杀呀。死了，捅着炸人很痛的。吃手塔皮吧，我这小肚皮。打烊前的最后一杯，小肚皮吃塔皮。你怎么回事？走，无敌了，回家，厕所回城，也该回了。哎，我发现我每回玩啤酒人呢，都不是很顺呢。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。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走。都时间到了，
再吃一波吧，没办法，他不让回家，我们只能再吃了。我来一层塔皮，回家了，这回让我回家吧，这回让回家吧，这回得让回家了吧。来这个，来一杯吧。哎呀，美甲窃魂卷，星界驱驰，配一件工资端，咱就开始去中，多杀杀这卡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大样前的最后一杯。Enemy double kill. Unstoppable. 嗖，喝酒。右弹冲击。嗖，咦？他为啥不害怕呀？他怎么不往后边撤呀？弹冲击，他应该不敢出来了。我们回家去美甲窃魂卷，然后去下路。他肯定不能出来了，我打他一套半管呢，他指定不能出来。去下，要么去中。蓝咱就先不要了啊，挡一下，挡他俩推。喝酒下来，送客。本来我想送客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砸滚动酒桶，喝酒。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不把我当人呢？这是。都时间到了。下路能拆不？先把下路塔拆了，这把有人又就网不是很稳定啊。算了，咱就不无限E了，这啤酒人就 AP 的吧，这把行不行？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你给我砍他，他是个屁呀，他。他幺六零，你七杠二，你怕他？打烊前的最后一杯，算了吧。喝酒，我右弹冲击。呀，喝酒，来一杯吧。嗖！
是我。你上路。拿我们四层美甲血魂卷。他一定在这里回城，100%。假装不知道，他撇个酒桶炸他一下，喝酒。好，进去。诱弹冲击。喝酒砸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没蓝吗？有蓝，蓝枪在中路呢。哎，挡一下这卡特啊！跟我来来，诱弹冲击，这里倒区区有点高啊。喝酒，诱弹冲击，送客了，诱弹冲击，你给我死！啊哈，维鲁斯有大，我靠！你给我砍死他！那波比怎么死的？咱再来个什么呢？这星界驱驰都有了，来个巫妖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出猫子了。感觉格不够啊！来一杯吧。那还是巫妖吧。巫妖出完，大天使，大天使出完，如果美甲剑魂卷没了，咱给他换成猫子，啊！怎么抢东西呢？这剑上。诱弹冲击，顶！诱弹冲击，要炸着了！喝酒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快跑回来！嗖！哎呦我这洛克萨斯之手！我以为他要五杀了呢。剑圣上，剑圣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接砸。你们看，我玩 AP 酒桶的呀，才打成这个样子。如果我要是玩个那个无限一桶，就没准能不能打得过了。而且对面还先减员一个。卡特还先死的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
这狼一狼都指不定能不能打得过了，还是算了。来一杯吧。遮酒扫描，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接砸。遮酒砸，平 A。遮酒。先砸他一下。卡特挺狂啊。咦，压起身失败。把大龙打了。不用开大了，我给你扛，你伤害高，我是个弟弟。剑圣应该是没了，小年轻啊，一拿到优势啊就喜欢狼，你知道吧？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这些小年轻啊，四三幺，先把这个出来。点他都打不过你，那洛克萨斯之手现在就是一个屁。谁也打不过。扫一下，追踪吧。啊！艾克打不过维鲁斯，确实挺让人难受的。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砸，来斯啊，兄弟！放下的，你还敢进来？我看谁敢进来！哎，我抠呢！我靠，我抠歪了！都时间到了！上，兄弟们！先杀卡特，右弹冲击，嗖！跟我中路对狙，那波比都拆你们家了，我跟你说。安不安的？你挺狂啊！我发现，你挺狂啊！右弹冲击，我死了，兄弟。塞纳给我定住了。
一会儿把美甲窃魂卷给卖了。猫着你美甲欠魂卷没掉呢，十五腾可以用了。大天使剑没盾了吗？没盾了，啥也不给，改成了这个样子。打烊前的最后一杯，给他吧，我就不要了，我要这个没有他有用。走，又弹冲击滚动酒桶，谁也没打着。我靠，哎呦我维鲁斯，你给我回来，好痛啊。先把这塞纳杀了，塞纳挺白眼。你打不过，快跑！欠我一把星辰！快快快跑，兄弟，星辰快丢！滚动酒桶，洛克萨斯之手好幼啊！你有点太狂了，我发现。科技闪现，滚动酒桶，嗖！给我瞎当，这回这不就可以猫着了吗？对不对？美甲窃魂卷一卖，打条大龙吧，这边有点狼了。右边来了个蓝枪。我刚才那个 E 技能啊，我本来以为就直接能 E 着呢嘛，我都没闪，早知道来个 E 闪了。啊，不是，把这打了呀！剑圣甚至不愿看一眼龙，看一眼那个眼儿。你别打了，人家过来了，你别打了，你死了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那地方有眼儿，你不知道吗？波比给我收割，把这波比死了。我先走一走，波姐又弹冲击啊！
这人怎么会从这个位置出现呢？波比弱 ，A 波比完了，全死了 ，GG 了。这啤酒人，这英雄有问题呀、啊！啤酒人不太赢啊！GG了，一波了。